气色袂歹哦，啊，昨昏困了足饱的款。困了足饱，困无饱。困袂去，一支股票甲你跌停板。就行了。后来哦，后来一直想到说有一只股票叫做停薪，你知道吗？我上次有讲过停薪，结果他下市了。下市老师不要说了，你说了我会伤心的。你有买吗？我又买了。真的？那要想跌停板，至少还没下市，没关系。但是，它就像那一只，因为迄支十二三块，十二三块就落到剩十一块、十块，啊，结果卖未出去啦，唔是卖未掉，卖未出去。啊，那已经试过了，那已经跌，好像昨天就已经跌了，昨天已经撤出了，不可以。不可以买卖，下市不可以买，不可以买卖。那买到股票就亮眼，啊，都变壁纸啊，贴在家里。不要穿股海丢了。哎，不知道，哎，经营不善，人家有的一直涨啊，有的一直涨啊，对不对？哎，这是谁的印章啊？我的。哦，你这个孝行印，这个是什么？金龟子啊？不是啦，猴子。猴子啊，因为我属猴嘛，所以我看到有的，我把它买下来。哎，不错不错，收大粒了。真的。卖下大粒。想到要等起来哦，我们的作品没有那么大哦，会变成。可是它这个全开的，它那个对开，哎，全开的 OK 啊。啊，卖去邓里来对，卖去邓里来，邓的边啊会使，卖去邓里来对。啊，大部分都是右边跟左边，不可以放在中间。中间不行，中间不行。中间好多，我想说还。没晒了，不能乱盖。这个来学呀，当做指纹啊。哎，就是这边可以，这边前面的。老师，可是后面的银锁章可以盖，压脚章可以盖，蓝腰章还有个腰章可以盖。老师，这个它如果当作是纸张的纹路，可以吗？也可以啊，但是秋季罗的较特殊啊，但是像这种花纹像这嘛，你那像颜色淡淡，讲的嘞，这比较好，我觉得它太明显，我讲诶，讲到阳光。像这样很好看，很好看，等等的哈。你最好有那个长形，盖在这里不要方形，太重，占的面积太大。啊，猴子，这个我是在旗袍店那边买。哦，什么店？旗袍店有康街，他做旗袍，橡皮吗？还是木头的？好像是石头，石头盖这边贵不贵啊？好，这个笔的笔少一画，这个效果。这个笔可以这样，如果你要把它，它呢对吧？它是这样可以这样，或者是，可以这样，可以这样啊啊！如果你要规矩一点，啊呢，我不一二三，啊呢哈，啊呢。这个一个 P 又的 P 嘛，哎哦不，这样也可以，好吧？还是少一画啊，草书嘛，东坡这个画不要太小太细，不要太细，啊，东坡远一点会比较好。比如说啊，这一个如果没有这一点可以吗？这是一撇刚好量，会轻重会差一点点，平衡没有平衡到。好，比如说叶。这样上来一点点过来，有没有？按你点，引按你过来就好啊。通波，按你哦到这来，按你哦到这。那个你那个什么？按好不？通波，笑脸，笑脸能量，能量真多。那你现在唱给我。老师在写，对对对，老师现在在写。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哈。夜饮东坡。醒起来吼，醒起来，搁醉是安那？哎，饮酒迄个。他爱喝酒啊。哎，其实不止他，古人像李白也爱喝啊。对啊，他知性就来。啊，你要注意一下那个轻重，不要中间不要太细啊。九十。哎啊，这个。老师。遵循那个楷书那个原则，就是左让右稍微让一下会更好看，好吧？啊，这个醒可以这样写，啊呢，我少年，这个油可以这样写，啊，醒复醉，啊，这个按
这个可以拉下来是没有错，可是呢，可以尾巴再有一点活泼的感觉，不要停在那里啊。好，归来，归来可以，可以行，来可以细一点点。归来反这个四步可以这样写，这样就好了。啊，或者是双人可以这样一点点也可以。哦，仿佛啊，仿如三经，还不错，蛮好的。加练一下，有些比较需要练的，像加有没有？加同鼻息，你这个是零的吗？零谁的？零我以前的老师。叫什么名字？张新石。他有没有什么有没有？哪里的？他是在我是在那个什么？完全没有这个意识。这个在。不要想当。区公所那边，我们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每一年就是差不多也是春季啊、秋季就会有祭祭的，他就会在那个民宿中心啊之类的这样。好，还不有的写的还不错，像这个怪怪哈，有些笔法要注意一下。你们可以学他们的，但是就是知道说他的优点在哪里，尽量学他的优点。那像这种像这些写书法的人，因为他不是真正。有受过训练或者什么，可能就是，比如说像对，有一些是，我不能说是半路出家，也许他比我学的还早，可是没有真正学过，啊，可能可以学他的优点，可以学他优点，然后不能全学。我是因为哈，我那个时候看到他的字，然后我又在 YouTube 看到老师的字，那我就很喜欢老师的字，因为两个字有点类似。后来他也就懒得不教了嘛。几岁了？他脚不方便啊。几岁了？他应该就大一点吧。好像听。你要学什么？比如说，这里太挤，对不对？这个章法就有问题，就要让一下，或者是倚杖听江声，不应。都不硬，硬稳的硬啊，这个是最后一个字。然后倚杖听江声，好，这个倚杖听，比如说这一条是中线，倚，好呢，对不对？倚到这里来哈，杖，好，到以中间为准，好，倚杖到这里，对不对？听到这里来，江还是到中间，好。到这里我可以这样写啊，哇，水，起鸡皮疙瘩，所以好漂亮啊！哦，可以变化一下，变成一个亮点。一定要到最后那个深的，就要到最后一个。哎，不一定，但是因为黑头较闭背哦，因为前面太宽了，所以就觉得较无目啊，较好写。没有关系，你其实写到你要哪一个字变，其实也都可以，只是说要看情境有没有符合。比如说倚杖听江声，倚其实倚也可以这样写啊。这里再规矩一点。听对不对？讲。可以这样写，一样听江声也可以啊，因为它这个是着重在这里变化，这里在这里变化，啊，可以，可以变化没有问题，啊，就是这里太挤，好，可以加油一下，其实可以学了，有些老师的字，倒不，我说他如果你不确定他是很 OK 的话，可以学他的优点，但是他不是全面的通通啊。其实他自己也明白说他 不能全面的提供你。其实 我也有永和的那个什么市民大学的来找我学啊，因为他发现他自己有某些不足，他愿意来找我去学。来。好，所以 哪个老师有他的优点，尽量把他学过来。啊，但是他有一些有商值得商议，我们还是要敏于
了解，或者是了，或者是去发掘。嗯，闪绿啊，这个什么逍遥，好、哦、逍遥遥可以这样写，没错，画过来也可以接到这里了。嗯，啊，或者是也可以这样，也可以，好吧？嗯，心这个太宽了，再窄一点点，有没有？那更好看啊！什么要聚餐？对，一餐十二，一餐十一啊。有些字啊，有些字你写过会忘记，因为你没有意义的学，就是四个字四个字的，会比较好一点，好吧？比如说，在这边来，还从跑到那里去？没有，你刚刚看第一个是沉默。沉默沉默啊，沉默寂寥寂寥啊，好，所以这个寥哦，很多人用，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人姓廖。廖廖的写法哦，有没有？廖廖的写法这样过来，所以有很多人这样写。哦。啊，你说啊，廖不是这样写吗？老师，那个是古字吗？对，就是被他们这些书法家给，嗯，哦，这个针，这个针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啊，如果他是这样写，你也不能怪他，因为他就是是三画拿来这里，嗯，廖廖眉，哇，你可以落款可以写很大气，漂亮，漂亮，宽，都不错啊。这个问题啊，这个，曲，曲是一个句，嗯，所以三点水，然后这样过来啊，三点水过来曲，哎。歌曲的曲，像他可能用那种音来念的啊。欢招，这个招比较特殊啊，因为招如果我们写的话是这样，楷书是这样，对不对？嗯。那招有时候写的，嗯。啊，所以草书这样写，安呢，哦，弯拐，安呢念。嗯嗯。啊，这个是口。嗯。这个是口。嗯。啊，好。和敌力，齐和敌力，齐和敌力啊，齐和敌力。好，然后安呢，对不？一点，然后这样过来，这样下来，对，一短一长，安呢，安呢，两个。我印象最深就是说，安呢哇，在拜拜安呢。就是我都写，你记得有一个我们有一个小生，电视有一个小生叫陈俊生嘛，长得很帅啊，他就在介绍那个技艺，因为他在推广那个技艺，嗯，会技艺英文，所以他说这个拜拜啊，这个拜拜，像阿那袅袅那样，像袅袅阿那，像阴袅袅。啊，我这个零就是这样，两竖可以一样长，那但一样一长一短会比较好了，这样过来，这样过来。所以我朋友姓林的喜欢这样写。对，嗯，也很漂亮啊，好看啊，美，好看。啊，其实王羲之写的比较好看。哎，这个一短一长，这个占的面积小，这个面积大。这样才好看。小木大木啊，如果你两个都一样大的话，或者是一样宽的话，那冷冰冰不好看。好，圆莽，莽呢？莽是可以这样写，哦，这样写。啊，他是这样写的话，就是回过头来是这样写的。好，你看一个莽的写法，按来过来，按来绕过来进来，一个大一个圈。嗯。啊，其实。来，看马这样写就好了，这样草字头对不对？啊呢，往上再啊呢，两下拉下来，嗯，啊，这样比较好看。但是这个是行书的感觉比较多，啊，那个草书的感觉比较多。嗯啊，戳条条本来是这样，双人或者是一个人在一画嘛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这样过来了啊，这是条，
啊，但是呢，他把它写成这样一短一长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、然后这样过来，他着重形在这里，他这里是被简化了。草书的简段，好啊，琵琵琶的琵啊、没有了，好，不错，蛮好的，啊，这个注意一下，这里被太挤，琵琶被吃掉了，我告诉你了，阿南，哇，然后呢，再下来，一个指。或者一点也可以，两点也可以，啊，很棒，加油 ，OK， 谢谢老师，好，来。我说，当下哦，他们在，其实智勇是没有关系，智勇是陈朝，有宋齐梁，那你就多做一下吧。第七代，第七世，第七世的孙子王羲之，智勇吗？对，智勇。角梦赵东啊，可以啊，不错，这可以拉长一点点，没关系啊，这拉长。需要的话再讲一下，哎。因为他写的时候是这样，一个图对不对？没有过来，对对，要比较长。哎，阿莲，我讲的过来，哎，倒下来，我再点，所以笔顺要这样写啊。所以如果你写王羲之的货的话，他是这样子，对对啊，上面比较顺，好啊，这个远一点点就可以。好，会，会，这一切不错，蛮好的，看宽，里面给它宽一点，给它宽阔，免得太挤了。那我们当然这个比较强调中宫紧实，但是太紧了以后施展不开不好。好，太紧啊，没有亏啊，因为他把它放得很大，你看小的写，其实应该看那个大的写比较好，大的很红色，恢宏。比较有气势，但是小的看王羲之会更好，王羲之比较笔画比较细。好，之这样写，一点或者两点也可以，或者不点也可以。阿尊这样写，这样过来就可以了。我旁边来了，看来，我觉得就是第一个，这个注意一下。隐忍不发，所谓隐忍不发的意思就是说，有画出去，但是比如说这个，到这里就让他看到你的东西还没有使尽，就像打拳一样，招式没有使到，如果你已经死老了，出去了等比赛。了解。这稍微弯一下更好看。好。弯一下。对，太直了。不错了，蛮好的。OK， 像笔画粗细，这个重，这个轻，OK。但是要注意一下那个墨韵，像这个重，这个可能就不要太重了。是，了解。当然有一点墨，因为它，编字帖就是有点盲点，就是说你要把它极致，极致以后它不是。不是一股血一鼓作气写下来的，会让你没办法去拿写，因为你急嘛。孔子子孙，OK 啊，很厉害，这样来可以，这个出去，这个不出去啊。好，像这个写法呢，这个写法可以这样写下来，让它平行下来，这样过来，从这里下来，这样过来，对不对？从这里过来，从这里过来，按下来，给它连住，靠近一点啊，然后再下来，再往旁边来，让它整齐最重要啊。你跟那个谁讲一下。廖美他要擦，没关系，我有登记。好，蛮好看啊。上班的时候，大致蛮好，蛮好。是，现在没办法。像这个口，你一定要习惯。那个口的写法，他一定会。现在什么写法？在哪里？内在外。在哪里？台北市的。隶书的口诀嘛，就是安呢，用太熟了，对，所以
有可能。秘书的苦，我是方方正正。但是我会觉得需要调整一下。也太直了，我说。不是啊，进来好像修手蛮多人，平行下来。因为我喜欢手法。所以你看口，它不是真的，方方正正，这样，这样还不错，这样。可是你这本要让出来吗？都一样，是不是？你有登记一本，你要让出来。好啊，好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你也是来的。这个不适合你啊，你这个你要浪费多少纸才写得完啊？有点斜，字也小了。右边上去下，对呀、啊。上去一点点。啊漂亮，有一点点扭曲的感觉，但是它不会那么直了、啊，但是它美就美在这个地方，就像这个一样，这个它第一个字有一点弯曲，啊，然后这个又有一点点这样，就是也是它的美的地方，嗯。好，不错，五甲村之冬，冬天了哈，冬天来，是啊，立冬，立冬早就过了。我知道那种羊肉好吃，然后我的孩子跟我老婆很喜欢吃羊肉，我还特地好几次特地跑到土城那里跟他买羊肉，称斤的。啊、其实我们市场也有卖，但是价钱上会稍微贵一点。啊，那个地方，那个老先生说他的羊肉是从彰化，买的羊，彰化，啊，他也应该是彰化人，啊，他儿子在他的羊肉摊的，其实他没有真正摊位了，就在马路边呐、啊，然后人家在盖马路啊什么，那个一个弯角角的一个小小的摊位。然后他儿子在对面，儿子在对面卖羊肉，卖羊肉，讲到羊肉肚子就饿了，涮羊肉，涮羊肉，你还很多哦，勤俭持家，哎呀，你不是钱足多啊，那就勤俭啊，促进经济拿出来啊，薄弱经济还要勤俭持家嘛，你看这个口你不公平哦，这个口比较大，这个比较小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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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两刀两千七了，哎呀，还好啊，1350还可以啊，还可以，一百，差不多，还可以，没有很贵，哇塞，两千七，两刀2700，差不多1350，差不多，一张13块，3.5。三块五，还好，但是就是讲，因为零买可能就买不到了，零买可能要零买没有这个行情，零买一打开以后，那剩下的那个卖不掉啊，你跟他买十张，他100张你买十张，那90张卖给谁啊？啊，大部分零买都很贵啊。正大光明啊，都要1500。对，要1500，要一千五。还没有这个纸好。对啊，伊专门卖纸呢，较济专门卖纸去笔啦。长春，稍微弯一下好更好。啊呢，这个两个弯，这个是一个弯，这个是一个弯会更好。啊，如果你只有直的，这哦，去用滑卡。站得直挺挺的，去用滑卡，啊，稍微弯一下会更好，弯一下比较不会累了。我腰椎会受影响啊，对不对？稍微弯一下好更好，好不好？啊，这些稍微等开二款，这个两个比例可能这个要长一点更好看。上面短，高家对吧？对吧？
往旁边来，有无？到这，哦，给它稍微长一点更好看。好，湖关区哦，除了腰椎比较好一点之外，那个重心呐、啊，重心卡袂倒了。腰前延伸。哦，好好好，帮我们绳子啊，不是，腰前延伸这个比较跟他这个，他是他比较大，我以为他是大家用他的，太提及了哈，太提及不好，不好，腰前延伸了，应该是。交情不深呐、啊，交情啊，交情不能延伸。对，交情不能。我最近有感触嘛？交情不是交钱。交钱，交钱，交钱不能延伸。如果交钱就可以延伸。交钱就延伸。好，加油一下。交钱过来，我可以跟你讲深一点，没关系。对，交钱。你有贵的朋友要交钱延伸的啊？律师就是交钱。没错，拿钱的。交多一条。廖美，如下如何啊？更深入的跟你。廖美，起码这自己注注意一下那个这个对不对？你最好写到这里。六啊。为什么这样？要看合伙。我这突然间高起来不好看了。还有六个。其实没有一定这样，但是。就拿奖。视觉上会比啊。还有一直讲。不错，蛮好的啊。这个也可以写，可以写隶书。啊，这胸短了，太大字，太大字以后。就不整齐，所以人一个人财大，财气很大的时候就不合群。老师写一下，写那个。比如说，你帮他。比如说，这个字是这样写，这个是这样先写，啊嘞，我高家哦，然后这样写，然后呢这样过来，啊嘞，我高家来，然后这样过来，啊嘞，高家。好，高家，啊嘞，高家的话，高家。一点就好，好哦，不一定要让它很大，有时候越大字哦，要小心，因为会撸下撸短的。还是少一撇哦。所以那个格子大概是八分，是不是？这个早分的现在备分，我还是少一八分了。可能超过早分左右了，早分。你喜欢一个格子面积啊？八分跟早分六乘以十。不是，我是说大小比例。大小比例。格子跟字的比例大概是写几分的样子？七八分，这六啊，这十啊，不是这的，我是讲字的。他说那个字的面积的，写多大？字的大小，字的size。我看老师写的都比较稍微小一点。一定是八分满啊。嗯，对，一定是八分满。哦，不可以满满的，有的人就会把它写满满的。吃饭也一样，八分饱最好。对，没错。写隶书用吃太少又太饿了，吃太饱就是正方形，真的。现在我们人生就是这样，八分满六分满就好。是没有八分，七分最好，但是格子有七分最好。是一个，如果你这个原则叫八十二十法则，你有零练习用正方形，这两个用正方形的用可以啊，可以啊，还是长方形。我现在的吃菜八十的吃饭比较不好写，年纪大了就七十三都是表现上没有那么美。你可以底下可以中午吃饭，晚上就不要吃了，淀粉要少一点，所以对。我理头发、啊、那个理发师哦、喔，去给他敲门哦、喔，他就会怎样呢？他就用个夹袂落去的，就紧出来，夹无饱，讲啊有食饱，讲啊有食那无食，无要紧啊。林不是林燕吃不饱，反而觉得赚到了。为什么你知道吗？因为他是说现代人啊，不需要吃太饱。啊，这个出去就好，要不然这个出去，不错，蛮好看的。嗯，全家都不要紧，啊，全家上大哩，看十只都。有谁有教车？哎，这个漂亮，那个这个城的有吗？嗯，这样，比如说我把它写成这样。没写过，所以笔数不大。写这样就好看。这样很好看的，这样断一下很好看。断一下。我本来要改。对，断一下很好看的，感觉好像风化了。哎，我告家。这不会啊，后门那个。其实。后门就是啊，前面这个车的。对啊，我是说后门。后门它不好走，那边在修，叫那个柜台帮我叫。嗯，未来他没有变掉吗？这个字什么字？韩，
哎，老人家说寒冷的寒。好，很棒。耶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老师，谢谢同学。哎，雨生今天有没有来？女生改过了，她已经改过了。不是叫老师吗？她在这里坐那么久，老师你不知道她有没有来？她脸上那些"雨生"两个字，你一定搞不清楚，到现在"雨生"到底是。